这件代志哦，我一直感觉对伊足歹势啦。啊，我甲亚春哦办婚礼，有差你一个人哦，要袂啉喜酒呢？今日一杯哦，我就当作是喜酒，我敬你哦。这件代志哦，咱就到这准都煞哦。恁登记嘛登记啊，喜酒嘛拢吃。我就刚好问你哦，以后都爱好好疼惜阮亚春，哦，你也甲照顾好。虽然恁两个人会熟悉。好啦。这春鬼就要卖个讲啊！啊，是讲，是讲你要啊，你是要来考球？你感觉你较好球？你是要叫我天数啊？是要叫我红神星？是要对亚纯啊？你叫叫伊讲，哎，亚纯的爸爸啊，你安怎球？你感觉比较较舒适较好啊？干嘛想成这样啊？这样不简单，对不？啊，亚纯啊，叫我，我哪能叫啊？咱两个白会熟了，你还叫我七月寿呢？但这是规矩嘞，嘛是礼数。先讲哦，咱的会熟是差不多啦。严哥哦，这辈分哦，袂当乱啦，就叫爸。我真正这句我听真人做爱叫的，我都想叫人做爱叫。来，阿志公哦，我来这边看另外亚纯哦，亚纯哪能讲我哪能听，好不？意思讲我亚纯讲的你拢会听，你这边是在搞洗面的哦。妈，你这人心机足重的，你讲啥？我当时你心机足重啊！有一位拄回国的作家金泽仁，看了咱的节目了后，一定爱你过接待。来，这是伊的一挂资料，有联络的方式。这个经纪人出台作家拢足有名的呢。所以公司真希望会当甲伊合作，伊都要好好表现，甲招待好。假使你若会当予伊甲咱公司签约，未来公司若开新的节目，我一定推荐你做主持人。弄好等三点钟啊！你到底要出戏阿未啊？哪有人这么无时间观念的，更唔接电话？喂，罗小姐。我是王亚纯啦，阮等下来副座啊，负责甲你接待的代志。我知呀，咱今日有用嘛？哎呀，我都无法讲吼，时间过了遐尼紧呢，这么晚，歹势，你一定等足久啊吼。师傅，等一段时间啊啦，啊，你人是哪里的啊？我中昼就到啊，搁有较早来。就想讲吼，弟弟来 coffee shop 等你。你开楼顶，咱做一点咖啡。啊，对了，小妮，
这很寒冰啊，妹妹，我敢叫妹妹。哦，我是刚刚吼叫王小姐想结婚呐。哦，不要紧，你想要哪叫拢会用的，你欢喜就好啊。啊，这寒冰哦，妹妹，啊，你洗了遐尔水，一定做一个人料的吼、哦。普通啦。啊，你敢有男朋友？我已经结婚啊。真的哦，这无彩。我的意思是讲，啊，你条件遐尼好，就有本钱嘛，不要紧，想做咩遐尼就去得结婚。多谢你的关心啦。啊，这份合约哦，恁先生最多的。这跟阮纪灵公合作有关系吗？歹势啦，啊，我是无应该哦，太太你私人的代志。不过我这个人吼，就较好奇啦，啊，想到啥物就讲啥物。你别见怪哦，不要紧啦，这是阮电视台开的合作条件，这方法要条件。像美国公司嘛还袂上班，啊不安尼啦。但美国公司上班，我请个合约印出来，啊公司遐检查了若无问题，咱就签约，这是足简单的代志。哎，我感觉人甲人之间哦，真正是足奇妙的呢。我一看到你，我就感觉很投缘。嘉贤哦。我嘛感觉咱两个人足投缘的呢。是啊，我去想看卖，选秀节目遐尼多，我一看就看到你呢。过几秒，爱你来跟我讲合作，咱是毋是做缘呢？哦，啊，不过哦，歹势啊，我袂记时间，我后壁吼还佫有会议要开，无安尼啦，你先转去，咱美国公司哦，甲合约看开，无问题，咱就签约，好不？啊，你明仔载敢有闲啊？你要跟我们电视台合作，我要带你来电视台参观一下，你嘛较有信心。Man, just for you。思琪姐，思琪姐，爸，你哪来啊？啊，恁老卡哦，即马变长短卡啦，受伤啊啦，怪甲高一个袂用的哦。会用的啊，啊，不过你哪会摕桌布啊？你去倒啊？唔免去啦，免去免做，伊讲我都做，时间嘛是你爱做啊。啊，食未？枵未？我未枵啦，看我只只。哦。啊，恁两个人哪会等伫个同一个所在啊 ？Hello， 我跟恁爸早就甲话讲开啊，所以哦，伊今日才接受咱结婚的代志。无关吧，最近对你较无敌意哦，你哪无讲啊？伊毋是无讲，哼，伊是脚受伤，听个阿伯叫母，讲袂出嘴。爸，你莫超工点做去啊，伊也毋是故意的。我再讲，迄天我就感觉你怪怪，你讲唔讲？你莫讲，我才来。哦，恁翁受伤。那是故意的，就无要紧，准拄煞，都是因为无细字，我才记袂过啦。委会人啊，当作阁是家己是一个三四十岁少年囡仔。你阁点汤回你嘛？摆脚的人敢免甲顾一下，袂放袂好烂，规组害了了。哦，你阁对伊真好呢，爸。你嘛知影，最近阮电视台副总交予我任务，我爱想办法甲对方签约达成任务。啊 ，Jacky 的脚无方便，你来照顾伊，互我减操烦一个代志。哎呀，这妹，你爸吼都爱顾影店吼，也佫有爱顾恁三姐囡仔。啊，夜班若你无闲时阵哦，伊佫爱照顾全全，伊足侪代志要做，哎，我爱人照顾佮。啊，阮三姐囡仔免逐工顾啊，全全拢上课到下晡啊。阮爸会找时间送物件来互你食啦。不啦，真正唔免啦。即满外口天气足寒，哦，莫让恁爸你走来走去，唔好啦。爸。你会答应我吼？无问题，你叫我做的代志，我一定去做，对无？啊，无事搞，你代志若无完成的时候，你会怪我，你的个性我太了解了，啊。我这袂咧。代志若成功，接袂啦，啊，伊啊店哦，免逐工去
做工课，吼，要紧。啊，不过一件代志，你爱交代要清楚，叫伊爱甲开门。嗯，来来来，那你连轮椅哦，拢准备好势啊？当然嘛，准备好势。你这么卡不方便，就是外舒适的。来啊，试看卖咧。来，来啦，试看卖咧啦，看感觉安怎嘛？来，我来，我来，开门，开门。哎呀，坐袂惯势啦，还坐咧，那坐袂惯势啦，你拜托诶，我讲坐久了惯势啦，一坐轮椅哦，是一个牙床，替阮进前我著穿好势，真正啦，我想袂到遮尔紧就用着，是讲诶，来来，你坐啊，坐啊，小体会一下，体验一下，你看。你爱用手啊，家己撸咧撸咧，杀一个杀一个，是毋是感觉真舒适啦？吼，行云流水。咩弄着啊？别，你放心，你放心，吼，坐好啊。啊，我爱用个惯势，啊无我另外一只脚想甲你剁掉，吼，一世人拢坐到掉。师弟啊，我伫了啊。妹妹，你哪会来？你啊，我透早七点半来咖啡厅找你，讲要讨论合约的代志啊。我无啊。哪会无？你半暝三点传讯息给我，这店面写到清清楚楚啊。你看，这是你传的啊。啊，妹妹。I'm so sorry 啊，我这是哦要约别人讲合约吧，啊可能我时差嘛伤忝啊，目睭花花才传去你遐。你要跟别人讲合约？你还不是已经拍算跟阮电视台签约啊？你嘛知影，我今麦手头的作家吼是足红的，我当然做着电视台要跟伊合作，啊我是经纪人，我当然要为我的客户吼争取上好利益，是我的工课。应该应谅解吼，我会当谅解啦。你若是有啥物要求还是条件，照你讲，我一定替你争取的。即摆是寒天，我唔管有外寒哦，我全工骑车赶过来。我真正是最有诚意，想要甲你合作的。我相信你一定看会出来。我知影，我知影。我安尼吼，我甲美国迄边吼，搁讨论一下。哎呦，我约的人要到啊，我即马嘛歹势叫人回去，无安尼啦，你先离开，咱哦保持联络，好不？好啦，无你先无用，啊你若是有啥物想法，随时甲我联络，我等你的电话。我知影，辛苦啊，马川。你讲甲有陪伴的意思，甲 Jackie 结婚啊，这小小的问题，我相信真紧就会当解决。大姐，你讲我就有道理呢，恁爸嘛爱损我爱伊啊，我若是真真实实就互人拍倒，啊恁爸唔着足无面子的。哈哈哈，你若是想要安尼想哦，嘛是会用的啦。为滴这任务袂当真正干咱就放弃。我袂用红电视台副总对我有话讲，我一定要提出诚意。那无，那形势无我的份，原本许上一步，伊可能嘛无爱放弃。对，绝对袂当让人看轻，加油，改变。嗯。喂，思琪姐，你找我有什么代志？我对未来工作有一寡想法，你到伊跟我讨论一下。哦，会用啊，那安尼咱见面讨论好不好？我嘛感觉见面讨论较清楚，无安尼，我伫个象山步道等你。没问题。你到位伫只开车我，对啦。你替我炸一杯咖啡，我想要林乐美式，山顶拄好无的卖。啊，山顶当然无卖啊，我买给你，我即马上过去。